好，我们邀请我们的这贵宾哦，今天晚上要参与我们的这亮灯仪式的贵宾们，到我们的这台前来就坐，欢迎我们的部长杨立明部长。 Let's welcome our host, Advisor Minister Josephine Teo, our 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ond Minister for Homes Affairs, Minister in charge of Smart Nation and Cyber Security, and also Advisor to Jalan Besar GRC GRO. And of course, apart from our Minister, we also have our other guest that is joining us. 大家也看得到，我们其他的这贵宾们也开始入场了。分别呢，有我们的 Mr. Lim Hock Yew, Chief Executive Director from People's Association, Mr. Heng Chi Hao,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Defense. Welcome, welcome, sir. Welcome to our celebration later on. Hopefully, it will be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nteresting. Okay, with everything put together, and of course, we have Miss Denise Phua. Welcome, Dr. Faisal. Yes, welcome. Yes. 很多我们的 Dr. Raizal 呢，其实上一次哦，在我们进行这上一届我们的这选举的时候就碰过面了，所以非常难得哦。还有我们其他的贵宾，待会再跟大家介绍。Once again to everybody that has come towards our square, okay, which is our center stag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And of course,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lineup of programs for everybody.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马上呢开场要让我们的这整个气氛呢热闹起来的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那场接力鼓表演。来，我们有请大家做好准备。如果你是通过脸书的话，记得按赞，然后呢分享，跟所有新加坡的朋友呢分享我们在牛车水这里即将要举行的我们这场亮灯仪式，我们中秋节的庆祝活动 Chinatown Mid Autumn Festival 2020。 Ladies and gentlemen, Marsha House together with Damien Teo, 我们的节令鼓表演。
谢谢，谢谢我们非常精彩的节令鼓表演。哎，啊，Damien来来来，呀，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现在脸书也直播了，OK。Hello Hello， 大家盘玩好，我是 Damien。Hello Hello， 你们好。 是，还有我们下面的这贵宾。Hello， 部长。Hello， 贵宾们，你们好。是，前阵子我们在录影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遇到题目，要你来猜吗？年轻时候的一位部长。嗯，<笑>对对对，哎，部长知道吗？部长知道。没有，你猜了之后，你不是说部长是你阿姨？<笑>没有，你不要傻播我。<笑>没有，因为他猜了之后，我们想，哎。 怎么那张照片年轻时候的部长？OK，他竟然猜得到，然后他竟然说：“哦，部长是我阿姨。”没有，因为我们是 same surname， 你知道我讲，哎，是我阿姨。啊，没有了，OK，原因是因为可能就是节目的这个趣味性，所以不要紧张，OK。 没有，现在不是很紧张，现在是很喘很累。其实，哎， <Okay. S 2> 打鼓不容易嘞。是吗？是因为 OK， 你看啊，我们要沾麻布。 所以其实脚蛮酸的，然后也是要记得那个步骤啦、sequence。没有，可是对于你自己来说，我们到台中间也OK。可是对于你来说，应该不难。你小时候就练武术的嘛？是的，练武术跟打鼓不一样哦。哦，真的吗？真的不一样。OK。所以整个感觉怎么样？因为今天我们在牛车水这边嘛，要进行了亮灯仪式。哎，你们节令鼓开场嘞。对，其实很荣幸啦，能够在这里为。 部长还有贵宾们一起在这里打鼓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所以下来呢，有没有想到说要到我们这牛车水那边去走走逛逛？因为部长都知道嘛，我们的这灯饰其实很漂亮。对，I think 去年看了很好看，所以今年如果有空的话，也是会到牛车水和家人们一起来看。 看那个 Light Up Festival， 跟家人一起来这里啊，每当有这个节庆的日子的时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是，呀，所以下来啊，你知道要出场的人是谁吗？好像是子杰哦。哦，是吗？是他打武术，然后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什么不是我打武术，为什么是他打武术？原因是如果我们很会做、厉害做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再做了。我们一定要尝试别的东西。真的很开心能够尝试打鼓，因为第一次表演，是我第一次打鼓，然后为大家表演。对，是。我相信子杰应该准备好了，先让子杰来，来来，哇，好帅啊，子杰。Show muscle 了 ，muscle man。 所有脸书上面的朋友来，快点按赞。OK，来来来，你懂刚才子杰说我什么吗？什么？子杰刚刚说我这个外套，这个衣服哦，你懂 Ant Man 吗？你有看 Ant Man 吗？ 我讲我没有看，好像我很跟不上时代这样，我真的不懂哎，怎么办？什么是 Ant Man？ 他就说我今天穿的很像 Ant Man 啦，对。什么是 Ant Man？ Ant Man 就是那个 Marvel 的那个 superhero， 哦，他很小只，跟我 Ant Man。 部长点头，部长应该懂，因为我不知道嘞，部长知道，你看 OK。 部长你知道 Ant Man 哦，有看吗？ OK， 好，所以他说你很像，他想我很像 Ant Man， 那他像什么？ 哇，他像什么？哎，直接你上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看你像什么好不好？是，我们在等待着我们下来的这个表演之前，来来来，你来一起，所以你说他像 Ant Man， 对，真的很像，也没有先通知我一下什么是 Ant Man， 那我至少比较容易对答如流这样。蚂蚁人，蚁人 ，OK， 呀，所以你觉得他现在怎样？哎，你觉得你像什么 ？OK 啦 ，OK 啦 ，Muscle Man 啦，给你啦，你这样 buff，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点。 哪吒的感觉，没有，不是我，没有，在线上 ，OK， 如果通过这个脸书 YouTube 在看我们这直播的朋友 ，OK， 会有这样的一身装扮，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做表演，是， yeah， 要不然通常你穿这样，如果你平时出门就不要这么穿了 ，OK， 呀，OK， 所以对于待会的这个表演有没有什么 disclaimer？ OK， 一个机会，我只能说表演是精彩的。 虽然我只是三脚猫的功夫，不过加上 Marshall House 这些很厉害的这些朋友，啊，我们就是一条龙。OK， 是，他们还在换服饰啦 ，OK， 所以我们在等着他们换服饰，然后跟你一起进行这个表演。其实我也是蛮惊讶的，子杰打武术，因为直接是那种去 gym 啦什么啦，连打武术你总是一个很，呀，很。等一下，你是对去 gym 跟打武术之间有什么误解吗？没有，你懂，去 gym 就是很壮啦，哇。 是啊，连打武术就比较软啊，比较 smooth 的动作啊。哦。可是，在我印象中，很多那些武打明星哦，他们好像都是很壮的。你要怎么说？是吗？武打明星谁？成龙。甄子丹。李连杰。啊，李连杰。哎呀，我在讲的都是我年代的。OK， 好。Anyway，
呀、yeah, 都是啊，他们都挺壮的。Okay. 对啊，对啊，你要什么辩解？给你一个机会。没有 ，just 我就觉得哎，很不一样的子杰了，没有看过的子杰，是是是，打武术，其实对，这算是真的一个，真的算是一个新的尝试了。是，嗯 ，OK， 所以待会就要看看你的这个表现怎么样了。嗯 ，OK， 有压力吗？老实说，真的有了。部长啊，国会议员啊，贵宾啊，全部在现场，搞不好他们深藏不露。有些人是厉害会这些的，是的。而且老实说，叫我站在他们面前，我就紧张了。哦、okay 然后再尝试一个新的表演，说实话，是有一定的压力的。OK， 这个可能你就不像我们另外一位啦，待会要出场的徐斌，嗯，他好像天塌下来，他什么都不怕这样。是吗？尤其是现在做了两个孩子的爸爸。真的真的呀、yeah. 对啊，好好表现哦。我跟你讲，徐斌看着直播的 OK，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边看，对 OK、哦、那什么时候到他 你打完之后，然后重要的是你打完之后，我们要请部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之后就会看到徐斌了。哦，好 OK， 期待期待。好，我也非常期待。可能这时候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这个表演来，我们先做好准备吧。来，大家可以先做好准备了。 好来，哎，可以了吗？我可以把舞台交给你了吗？ OK， 好，可以了哈。来啊，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啊呀，钟子杰武术表演 ，OK。
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武术之家还有钟子杰的精彩表演。那当然在这时刻哦，也是呢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马上要邀请我们的部长哦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了。那待会儿呢，部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进行的就是一个 plug presentation 主要的就是要感谢我们这一次活动哦所有的这赞助商，还有呢鼎力支持的这个朋友，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们。马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部长到舞台上来。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and welcome Minister Josephine Teo, our host advisor, to come out on stage to do our plug presentation, to thank all our kind sponsors and working parties. Okay, 有请部长。那下来呢，我们马上哦就要把我们的这贵宾们邀请到我们舞台上。首先呢，我们要邀请 B Chin Hyang Hub Chong Food Staff Private Limited 的代表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谢谢，谢谢我们美珍香的代表，非常感谢你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谢谢。非常感谢哦，就是因为有我们的这合作伙伴们呢，让我们的这活动哦真的是声色不少。然后我们也一起来啊，可能拍拍照，在前面我们拍张照留念哦。好，从我们部长手中接过了我们的这非常精美的纪念品，谢谢。那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声松集团，我们 Singsong Group Limited 的代表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老板好，好，一起来拍张照留念留念，谢谢。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的 Chinatown Business Association， 欢迎我们的牛车水商联会的代表，谢谢大家的鼎力支持，让我们每一场活动都那么有声有色。好，紧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新加坡旅游促进局的代表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support。谢谢。那当然今天还有哦，就是我们的这 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啊，因为有事在身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那这是我们有请部长，大家也很想要听一听哦，你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来有请部长。大家晚上好，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可以连同我们惹兰雾沙集选区所有的基层顾问和大家聚在这里欢庆中秋。 A very good evening to our fellow grassroots advisors from Jalan Besar GRC and everyone who is here with us tonight. May I invite my fellow grassroots advisors to say hello to everyone who is here.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Heng Chee Hao,Central CDC Mayor Denise Hua, and our advisor for Kolomae, Dr. Wan Rizal. Please say hello to them too. 由于冠病疫情的影响，过去两年，我们牛车水中秋庆祝活动都搬到线上举行。今年终于可以和大家在现场见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相信大家心里也是很愉快的，是不是？拍手鼓掌。 Now the annual Mid-Autumn Festiv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s for our Chinese community. It celebrates not only the luminous moon at its fullestBut it also embodies togetherness and completeness as we reunite with our loved ones over delicious mooncakes, a refreshing cup of tea, and heartwarming conversations. 一直以来，中秋节是我们华人族群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合家团聚，通过赏月、品茶、吃月饼来庆祝月圆之夜。今年我们
中秋节的主题是花好月圆庆中秋，它表达了与家人朋友相聚的美满幸福，相信这种幸福都是我们大家期待的。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Chinatown Mid-Autumn Festival means blossoming flowers under the full moon. It signifies the sense of perfect bliss as we gather with those who are close to our hearts, our families, and our friends. 新加坡华族有五大籍贯，福建、广东、潮州、海南，还有客家。当然，其他的籍贯也很重要，但是有这五大籍贯。而今年的灯饰呢？ 是以这五大籍贯的传统月饼为造型，象征不同籍贯的华人为了庆祝相同的节日的团结景象。This year's street light up will stretch across the main streets of Chinatown with lantern sculptures designed to resemble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mooncakes from Singapore's five main Chinese dialect groups, Hokkien, Cantonese, Teochew, Hainanese, and Hakka. The designs aim to promote the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of each dialect group and showcases how they remain united by the shared custom of celebrating Mid-Autumn Festival together. 让我们在庆祝中秋节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广华族文化及传统。与此同时，也将这个佳节的喜悦和其他的种族和朋友，还有来自海外的旅客分享。刚才我在走动的时候，哎，这么巧就碰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朋友。你说， 我们的牛车水是不是经过疫情之后还是大家都非常喜欢来的一个旅游景点？希望它可以再次蓬勃起来哦！我们也要以这种非常开拓的胸怀来去欢迎大家，才能体现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这个特征。 Besides our cultural heritage, Mid-Autumn Festival should be celebrated with everyone, including residents of other races and visi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the kind of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at we have built up over the years and must strive to maintain. 所以呢，总结起来呢，感谢牛车水筹委会，他的专门来为这个 中秋节庆的筹委会，他们不遗余力地付出他们的时间还有心力，筹办今晚的亮灯仪式，还有开幕典礼。谢谢我们的赞助商，谢谢我们的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你们大力的合作还有支持，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一起来去享受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也感谢大家在今晚和我们一起欢庆中秋，祝大家花好月圆，美满中秋。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部长。那这时候要有请我们的部长哦，就是移步到我们的台前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ing to do our light up ceremony very soon while we have our minister to come out on stage. 那这时候我们要邀请我们其他的贵宾哦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our other guests to join us for this light up ceremony, which we have Mr. Lim Hock Yew, Chief Exec Director of People's Association, Mr. Heng Chi Hao, ou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Defence, Advisor to Jalan Besar GRC GROs, and also we have Mr. Tan Che Kun, Chairman of our Kreta Ayer Kim Seng. And of course, we have our Mr. Pei Cheng Ho with us too, our co-chairman for Chinatown Festival Committee, and also Mr. Ryan Tan, which is also our chairman for our Chinatown Festival Committee, and Mrs. Lim Soo
Ling, our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representative, not forgetting our MP. Okay, let us welcome our Miss Denise Phua, our mayor for our Central Singapore CDC, advisor to Jalan Besar GRC GROs Kampong Glam, and Dr. Wan Rizal, our advisor to Jalan Besar GRC GRO Kolam Ayer. 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贵宾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一刻。我们要一起倒数三哦。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连线在外头我们于东玄街那边，我们看一看那边我们的这外景车的这情况好不好？来，我们可以开始连线了。好 ，OK， when everybody is ready， from the count of three, two, one。哇哦！大家也看到于东玄街那边已经亮起来了，我们的嫦娥也来到现场了，非常漂亮的嫦娥，谢谢我们的这贵宾们，谢谢。那大家也看得到，这时候呢，在我们于东玄街的这中央设计非常的漂亮，有我们的大月饼，还有我们的这个玉兔。那悬挂着的这个灯饰哦，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从今天起，只要你到我们于东玄街那边呢，都可以看到这非常精彩的灯饰。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哦，我们的这其他牛车水的地区呢，也有非常漂亮的灯饰，好不好？导播，我们切换一下镜头，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是我们来看一看下面 ，OK， 看到了，那就是我们在下面非常可爱的一些造型设计。那刚刚我们也听到部长说，有不同籍贯的这些月饼啊，在里头也呈现了。我相信小朋友们看到这非常色彩非常鲜艳的这灯饰呢，应该都会感到非常的开心。所以如果你们啊有兴趣的话，记得哦，可以到那一边去看一看。那除了这里呢，我们在我们的这桥南路那边也有外景车哦。我们到桥南路那边，哎，是已经看到了非常漂亮的灯饰，这就是佳节的气氛哦。当你来到这些啊街道的时候呢，就会看到非常亮丽、非常漂亮的灯饰。记得有空的话，可以到那边去拍拍照片哦。那除了这一些之外，老实说我们呢也出动了另外一辆外景车哦，就在今年呢我们增设的一条街上，可能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让导播，哎，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另外一辆外景车，哎，刚刚好，时间配合得很好。那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啊 Upper Cross Street 那边增加的多一条外景车。所以呢真的哦，如果这一趟哦我们的中秋佳节，如果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应该是大街小巷都能感受到我们佳节的这气氛。 Y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our Chinatown, which after tonight, when you come over, you'll be looking at all this beautiful light up, our lanterns, okay? Everywhere and most of the street in Chinatown, which is very, very beautiful. So what you can do is come forward with your friends, families, come over here, take some nice pictures, share it on our IGS or even TikTok, okay? To let everybody know how beautiful Chinatown is. 那我们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其实呢，你来到牛车水这里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哦，牛车水呢这些浓浓的佳节气氛。那我们再等一等，我们这辆车哦，在往前去的时候，这外景车会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们的这中央舞台，非常非常漂亮的这灯饰。OK， 是的，来了来了，哇哦，这就是今年非常特别的设计哦，我们的这月饼，然后呢配合了我们的这玉兔们，近距离给大家看一看，哇哦，真的是非常鲜艳的颜色， very colorful。 And of course if you head over there, which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there now taking pictures, the picture will turn out very beautiful, remember to share them with us, OK。好，不要忘了，趁着这个佳节气氛呢，记得要到牛车水去。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邀请徐斌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了，给我们带来这首《陪在你身边》。起床了，起床了，我的宝贝，起床了，起床了，别把梦哄睡，
逗着你，吻着你，多了的每一天，我陪在你身边。宝贝呀，宝贝呀，雪爬雪走了。宝贝呀，宝贝呀，咿呀学说话。牵着你，抱着你，哭笑玩闹，岁月我陪在你身边。种子渐渐萌芽，前方的路太长，陪着你找梦想，浩瀚宇宙一起去闯。陪在你身边是我写给我儿子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喜欢。是感觉上很温馨，这时候听到，因为原因是呢，中秋佳节嘛，就是部长所说的庆团圆，举家团圆。是的，在这里呢，Hello 杨立明部长，还有各位议员、各位嘉宾，你们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哎，是的，所以今年的中秋节，徐斌准备怎么过？今年的中秋节应该还没有 plan 呢、欸。OK， 还有一段时间，最近一直忙着在拍戏， okay. 然后有收到几份月饼啊，然后谢谢大家的那个爱戴。哦，你是直接借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Live 跟大家讲谢谢那个月饼？谢谢你们。没有啦，重要的是我真的觉得，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原因是牛车水很有佳节气氛。是，而且来到这边就感觉好像来到了很有华人气息的一个地方，它承载了很多华人很多年的一个历史的感觉，特别这边的建筑啊，这边的大街小巷啊，你会感觉到好像哇，就是华人的地方那感觉。是，尤其是亮了灯之后啊，记得从明天开始就可以到牛车水这里来哦，看看灯饰，拍拍照，然后呢走走逛逛，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美食坊。哦，是吗？是，所以待会也可以去逛逛，所有在现场的朋友。好，再次我们谢谢徐斌，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家，谢谢。好，紧接着下来，马上要邀请另外一位很能唱的，我们要先欢迎我们的意大利姐姐，应该要带来一些比较有佳节气氛的歌曲哦。姐姐你好 ，Hello， 哥哥你好。哇，你还会亮灯啊？呀、你刚才部长们还有嘉宾们亮了灯，你的身体跟着亮吗？对的，部长们、嘉宾们，大家晚上好。是意大利姐姐能唱，大家都知道，所以今天是要带什么歌？今天啊，我要唱，因为我们中秋节要吃的都是月饼，是比较甜的，所以也祝大家吃了这个月饼啊，甜甜蜜蜜的。OK， 所以我要祝大家甜蜜蜜。OK， 所以要带来这首甜蜜蜜。这首甜蜜蜜，不过我一个要求。什么？刚才我看到你哦，有很多呼哈呼哈，哇，很帅的帅哥嘞。OK， 我很想。哎呦，他们已经开始笑了，你们懂我要做什么 ，right？ 我想请一位帅哥跟我一起合唱，可以吗？谁？我看哦，最近他的世界我很懂，哦、所以我很想那个、okay. 子杰，他能唱吗？可以啦，我相信他，他不懂你的世界，不过我懂他的世界。OK， 我们看子杰来来来来来来，子杰 ，yes， 他 agree 了。其实子杰只是在等着待会要拍照的 ，OK？ 哦、yeah. ，
OK， 所以可以吗？ OK， 我跟你讲，我们不要问啊，直接唱。来，我们下歌《甜蜜蜜》是吗？甜蜜蜜，甜蜜蜜，来。Yes， thank you， 谢谢你陪我一起合唱。你要感到荣幸，那么大力的灯笼。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这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谢谢。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我觉得我不要再run这首歌了。OK OK， 你继续，没问题没问题，我继续我继续。哇，没有帅哥就有你们陪我啊，我们一起会唱的，大家一起唱哦。鼓励的掌声，也谢谢子杰刚才陪了我唱这首《甜蜜蜜》。那刚才我说这个是最大力的一粒灯笼，因为呢，我知道，我也希望把今天最亮丽的、最亮的光传给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秋节，月圆人圆，这粒圆圆的，哦，我还看到我熟悉的我的哥哥，好久不见，这粒圆圆的，希望在这里呢。祝愿大家，你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接下来为你们带来这首《但愿人长久》，无论你的家人在哪里，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谢谢，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昌儿，这是飞儿，这是圆儿，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圆儿。How's everybody tonight? I am so grateful to be here. Thank you so much. Okay, let's sing along together. Wow, let's do this. Chipla, chipla, wishla. Sing together, everybody. Come on, together.And everybody out there, come and join in. And this song, Chit lang chit pua, cam chinh quê xoa, chit lang chit su cuTing kia e gu, jit quan jit bi, cam ting na e bi, jit lang jit chui, ting quan quê hồn quy. Come on, jit quan e lang, jit quan e mang, we try you.We come and go.
Mid-Autumn Festival. Come on, together. Thank you.
火，好不好？啊，姐姐可以了，姐姐，你要不要？你呀、啊，可以 please 吗？来跟我，你呀、啊，来吧。我们要往前翻呐、啊，我们要尽情欢笑，来来来，你我在一起快乐逍遥。你不要啰嗦啰唠叨，你不要哭哭又笑笑，有什么话绿枝绕冰角。Are you ready？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快来嘿嘿嘿，只要玩得尽笑。Happy Mid Autumn, everybody! Woo! Over to Desmond! 中秋节快乐，欢乐今宵，是的，非常难忘的一个日子。我们好不好请部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们到舞台上来，我们拍一张团体照，好不好 ？Shall we take a photo together? 当然，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刚刚表演的艺人？还有我们筹委会所有的这同事们，来吧来吧，来部长，有请有请哦，小心。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贵宾们，来我们其他筹委会的工作人员。来有请部长。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节庆哦，这时候呢我们的这牛车水这里也已经亮灯了，来我们有请我们所有的贵宾们哦，大家一起来拍张照纪念 Miss Denise。好，有请我们所有的贵宾们呀，这时候应该是互相欢聚的这时刻哦，非常难得，大家可以在牛车水这里呢见到彼此。好，来，我们的很多摄影师都在做好准备哦。当然，在线上看着我们节目的朋友，非常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这